榻榻米诺，榻榻米诺，百变方块是一个一至二人的游戏。榻榻米诺是由十块大小、颜色、形状不一的木积木，红色辅助小积木五块，咖啡色辅助小积木三块，企图盘一个，用来在图盘上画出企图的范围的分隔板。最后还有彩色图样，包括过大关及过小关两面，及单色图样各一份。一人游戏在企图板上用指定数量的积木砌出各种不同组合的四方形 Penta， 游戏难度会随着积木数量的增加加深。超易版及简易版，运用所有积木去填满企图盘上由分隔板画出的四方形范围，如把分隔板放置于图盘的第八与第九行之间，尽量把大积木嵌入图盘，以辅助积木填满剩余的空间。简易版就是利用十块大积木及五块红色或三块咖啡色辅助积木去填满空间。进阶版只限从十块大积木中选择，尽量砌出由三至十块积木组成的四方图形，如分隔板放置于图盘的第四与第五行之间。超级版将分隔木放在第五及第六行之间，从十块大积木中选取五块填满空间，然后把分隔木逐一升高，每升高一格，玩者需再加一块大积木把空间填满。采用全部积木，其中一位参赛者先选择长方形及正方形的咖啡色积木各一块及红色积木两块，另一位参赛者选择咖啡色积木一块及红色积木三块，然后两参赛者轮流每次选择大积木一块，直至平分十块大积木为止。把分隔板放置于图盘的第六与第七行之间，画出两个长方形砌图区供参赛者作赛，而两参赛者运用持有的积木抢先填满自己砌图区的空间，先把自己砌图区填满的就胜出。除了以上玩法之外，还有其他玩法。第一种，完成单色图样所示的不同平面图形。第二种，运用积木自行创作平面图形、几何形状、动物图形等，把百变方块用作立体积木。第三种，砌出图样所示立体图形及自行创作立体图形。第四种，一人参与或对手比赛，把积木逐一向上层，过程中要尽力保持平衡，以免积木倒塌。榻榻米诺百变方块适合三至九十九岁人士，两分钟内已可掌握游戏的玩法，每局对战需时十五至五十分钟不定。榻榻米诺有很多种不同的玩法，所以一定有一种适合各种不同需要人士。